各位，今日是4月14号星期日，我已经好耐冇正正经经咁坐喺度同大家倾偈啦。今日突然间心血来潮，就想知道以前睇过电影嘅观众，或者系从来都未睇过演戏嘅观众，到底见到我呢个 channel 入边啲片？是喜欢啦，定系唔喜欢？正所谓喜欢我定唔喜欢我。而且今日条片包括过去同现在好多嘅生活点滴。希望如果大家中意呢条片嘅，转发多啲出去俾你啲朋友，等多啲人 follow 我个 channel。OK， 我哋而家去片。今日我就用喜欢你呢隻歌啊嚟做呢条片嘅主题啦，而将来有机会呢，我会用一隻叫做再回首嘅歌再做一个主题，就可能会讲到我由入行啊之后离开咗娱乐圈啊有冇乜嘢遗憾啊咁至到今时今日呢生活成点啊。咁我諗嗰隻再回首嘅歌呢都可以好贴切咁样讲我大半生嘅。咁今日就係咁多啦。好，下次再倾，拜拜。